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但过万分感触皆因跟你遇上，谁令我突然充满幻想，谁令我因患脑际偏阳，撩动我内心恶情酝酿，为我拨开忧伤，找得失去乐趣，谁令我仿似初恋再尝，我心中蕴藏我意志不将，怎去相依恋永远生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常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我心中永藏我一千百丈，怎去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常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在这里要多谢3月6号 YouTube 直播的支持，多谢 PayPal 的支持先，多谢美国纽约叶先生、美国纽约张先生、美国波士顿网友人生苦短、美国圣何西的梁先生、加拿大温哥华的邓先生、加拿大温哥华的袁先生、新加坡的徐先生、澳洲墨尔本的朱先生、网友 Alan新界大埔冯先生、香港网友李小龙，同埋一位唔想公开姓名嘅海外朋友，多谢银行过数支持，大角咀嘅梁先生、黄博士、潘先生、美妍姐姐、若玲姐姐、阿 wing、K K、K T 梁先生、柴湾文先生、黄立天先生、何姐、Hello Kitty、新加坡龙先生、屯门黄先生、简生、范姐、阿宝、瑞玲姐姐、阿 Man、大哥成、黄小姐、熊猫姐姐。K.W. 陈先生 ，Mimi， 一位在香港不想公开姓名的女士 ，Cindy Lee， 黄白陈先生、欧先生、文哥、苏先生、网友 Alan 啊、郭先生、钟先生、麦兜大侠等先生。直播开始之后，收到网友 Blue J， 同埋多谢微信支付支持我的阿强。澳门的吴先生、澳门梁先生这一段时间没有加演，这个没什么上演，多谢这班朋友对我的支持啦，你们的支持令到我可以去改善我的直播，继续去北京找机会，不去行不行继续去找原唱心歌给大家，多谢你们，我讲多次国语，
我要在这里感谢3月6号 YouTube 直播大家对我的支持。首先要感谢配票的支持，美国纽约叶先生，美国纽约张先生，美国波士顿网友人生苦短，美国圣荷西的梁先生，加拿大温哥华的邓先生，加拿大温哥华的袁先生，新加坡徐先生，澳洲墨尔本的朱先生，网友 Allen， 新街大埔冯先生，香港网友李小龙，还有一位不想公开姓名的海外朋友，谢谢银行过数支持，大脚嘴梁先生，黄博士，潘先生，美贤姐姐，玉玲姐姐，阿威，KK。KT 梁先生、柴湾文先生、黄乐天先生、何姐、Hello Kitty、新加坡龙先生、屯门王先生、简生、范姐、阿宝、瑞玲姐姐、阿 man、大哥成、黄小姐、熊猫姐姐、KW 陈先生、咪咪，还有一位香港不想公开姓名的女士 Cindy Lee、黄渤，还有，陈先生、欧先生、文哥、苏先生、网友 Allen、郭先生，还有钟先生、麦兜、大侠。邓先生，直播开始之后，我们受到了网友 Blue J 的支持，还有透过微信支付支持我的阿强、澳门的吴先生、澳门的梁先生。这段时间没有缺演，没有商演，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你们的支持可以让我继续改善直播，继续去寻找北京的机会，继续去找原唱新歌送给你们。感谢你们，祝你们一切都好。我们下次直播再见。每一次呢，我读呢个多谢支持嘅名单嗰阵时咧，我心都好感恩，我好多谢呢一班朋友嘅支持。过去一年咧，因为疫情个影响咧，大家都唔容易做生意，俾疫情影响，收入减少，好多行业简直就系缩水减，或者直头就冇得做。我呢就相对，就算冇好多人冇减少收入，都会俾个呢个疫情嘅影响到心情，即系出街呀，或者屋企人呀，都好小心，觉得好似呢一排个天气冇乜太阳，阴阴沉沉，系咪？讲到呢一度呢，我就比较幸运，有一班好宠爱我嘅好朋友。在所有工作也都被迫停顿的时间，我家已经又没得唱，又都是什么都没得做，演唱会、生日会都没得做。那么呢就这班朋友呢，在我每一次直播都会透过不同的途径给我实质的支持。实际的支持，即是我才有能力去北京闯荡一番的。咁当然去到北京其实疫情都有影响的，但是即是去电视台咯，就可以就去在电视下见一下我。即是假如冇得唱，咪换去另外一个途径咯。咁讲真，我啲直播呢都经常出问题。我呢啲人，手机软件都唔识装，即系呢一年我哋学识咗电脑、声卡啦、下载伴奏啦，或者连接呢个声卡啦，同埋整 Zoom 直播啦，好多嘢好多嘢，我哋都好积极去改变呢个状态，好积极去做多啲嘢，咁都会出问题嘅。一出问题呢，即係你知唔知我成个人即係汗 ,ok, 啊，因为好多朋友喺度睇住我，又唔想俾你哋失望。咁呢有你哋嘅支持，即係讲到依家直播间当中好多位朋友俾我实质嘅支持，实际嘅支持，係啦。所以话但都未影响到呢班朋友对我嘅支持。所以话呢，我决定讲啦喎，今晚嘅要宣布嘅事情。首先係因为上年好困难，咁呢一班朋友呢都係继续咁支持我，係啦，俾我可以令到想去北京呀，或者去搵追求我自己嘅梦想，係啦，都保持我嘅饭盒同埋梦想，多谢。所以话我决定，我要租场地，请乐队，找专人拍摄，
我希望可以做一场信号好、音响好、拍摄好的直播，唱这两歌给大家听。咁喺下一个星期六，即系3月13日夜晚黑9点，有龙庭制作公司主办做一场特别嘅直播。当晚呢，我会有志哥，唔知你哋有冇印象？即系梁咏志先生，即系嗰位小提琴手咧，你哋成日喺 TVB 做嗰啲怀旧金曲都会见到佢拉小提琴，佢帮我揾咗一班乐队朋友。咁就延长伴奏，咁我哋都准备咗拍摄，咁都准备咗啲歌，想带俾大家一场特别嘅直播。到时呢，我哋会喺我自己嘅 YouTube 同埋我自己嘅快手同步直播，到时希望你哋可以嚟支持下我啦。多谢。咁因为我喺上个星期尾先决定，所以这一场直播呢暂时都没有收到商户的赞助，目前呢全部费用都是由我自己龙庭制作公司去负责。我当然欢迎任何商家支持我的好朋友跟我联络赞助这一场直播或者一些好朋友有兴趣想赞助这一场直播，都请你们跟我们联络啦。在这里多谢大家先。咁就任何作为一个独立嘅歌手呢，我冇可能经常会负担呢啲唔收费又请乐队嘅，又有乐队现场伴奏又租埋场地嘅直播。所以希望大家冇错过啦，我希望下个星期六可以过一天。咁我諗住到时我提早开少少，即係系啦，提早开少少，你哋都得闲过嚟睇下，多谢。直播完咗咧，我应该会分享呢个回放。即系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喺我嘅频道直接重温个片段。我都想睇下今场直播个回放个点击可以去到几高。所以话，请大家唔好转发直播当中嘅片段，即系都唔好用直播片段加入你哋制作嘅视频。所以话，想嚟听咧就去翻我嘅频道听，我都想啲订阅多啲啊，点击多啲，多谢晒你哋。